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为您讲解第二届中信职业杯中国女子围棋甲级联赛最后一轮，也就是第14轮的一盘对局。这盘对局呢，分别是由厦门观音山队的主将鲁家二段对阵上海北极熔队的主将芮乃伟九段。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是国家女子围棋队的主教练，王磊八段。王老师您好。你好，各位棋友大家好。那么这盘棋呢，我们有一些现场的画面去看一下吧。这个是在广州下的最后一轮比赛是吧？那么当时的时候呢，江苏队已经是领先的比较大，基本上冠军已经到手了。那么作为上海队来说呢，他就是要保住第二位的位置。那么厦门观音山队呢，对他们来说这一轮如果说能赢下来，那么第三位呢就到手了，这是有奖金的，还是挺重要的。所以这盘棋是因为江苏队太厉害了，所以说可能其他的队只好指望第二名了。好，那我们先来看看一下棋吧。这盘棋呢是由，是魏老师执黑。对，是的，是的。他应该下的是星位吧？魏老师，他这个第一手，是因为魏老师现在他的棋是因为年龄也比较大了，对于平时的一些各种套路呢，不是特别精通，所以他布局喜欢走简明的。所以是下了一个二连星。就现代布局，年轻人一般都不这么下啊。年轻人都是希望一开始就能给你下个圈套，占到你的便宜啊。我记得最近好像王晨星的布局非常有新意，好像喜欢下一些什么星星流。对，是的，这个很下在天上很少见。对，比方说现在要是王晨星下，可能是天上随便扔一个。好，黑棋挂角。加。挂这个。这个布局大概在90年代曾经是在棋坛非常流行。那时候小林光一的时代是特别喜欢下个二连星。我记得我这个在这个小的时候还模仿过，就是二连星往一挂。这个布局下过很多盘。那么芮老师执黑下这个布局的话，他是不是有自己的什么构思的接下来？芮老师平时对在国家队训练的时候，对布局还是做过一些研究的。我经常看见他自己在研究，在摆。他摆的那个布局就是基本上是以二连星为这个原型。看来他喜欢下星位。应该是芮老师研究过。他下了一个二尖反夹是吧？是这个是吗？是的，是的。这个我印象中，因为是常浩下的比较多芮老师可能和上海队还是他也男队女队嘛都有关系，他们有时候会一起摆棋。是不是看常浩下就学来的，我们也不知道啊。这个白棋肯定要压住。对，是的。然后黑棋点点角，这是关联手段。挡这个白棋如果要挡这边的话，黑棋这个位置就好了，这就是黑棋这个加的这个用意。如普通的定式呢，黑棋这个子可能是在这里可能要下成这个定式。那如果还下成这样，黑棋远离白棋这个后势，那总是便宜的。对，他远离路子好。所以说白棋不愿意再挡了。白棋选挡这边，挡这边黑棋爬回来。他下了一个飞。这个形成了一个比较少见的形状。是的。那您觉得这个变化怎么样呢？这个变化我个人还是觉得白棋比较好。哦，因为这有一个对比啊。这个这是一个定式。对，就是如果黑棋当初不二尖夹，选择是双飞燕反夹，然后白棋会压住。是的。然后再点角，然后再挡一挡，然后再爬。这是一个定式。那么我们要用这个常见的定式跟这个新型做比较的话，那个黑棋还是愿意这样，这样这两个子厚。对。将来下一手拐起来也很有力量。没错。这样，这两个子有点薄，将来还有尖的这种味道。
黑棋这儿如果爬过的话，是不是也觉得自己形状有点缺陷呢？嗯，那是爬过，你比方说这将来被人家这边逼过来就不舒服了，对，太需要这个搬下来，对，所以他选了一个飞，但是飞这个棋形其实有点松，是还是有点问题的，将来并不是特别好，就讲的这个搬瞻会很大啊。搬瞻完了，主要这个棋形有尖啊、靠啊，这个这一类的。黑棋如果搬瞻完之后，这地方就厚实了。嗯，将来要被白棋搬的话，这个地方黑棋是有缺陷的。是，嗯，所以这个二尖高加好像看起来这个结果并不是特别满意。嗯，但是黑棋这个肯定是追求速度的下法，因为你正常下不了这么这么好，白棋可能会给你捣乱。你比方说你要。选择当初的双飞燕反将，白棋可能会挡这边，白棋就不愿意让你下的，所以有时是有利有弊吧，下不成这个样子，是吧？然后白棋挂了这个，现在黑棋跳了一个，这个跳也是典型的是芮老师的风格啊，芮老师那个棋风还是比较喜欢战斗，也是比较重视这个中府啊，喜欢把子下在外边，这一般人可能十个人得有九个人都是小飞啊，非常的这个没有后顾之忧。我就奇怪他为什么不小飞一个，他为什么要跳在上面呢？这就是棋风的关系啊，这个像这种好坏呢其实很难讲啊，但是要说这个喜欢下把子下在中央呢，他就愿意下在高一点的位置，这种现在比较少，对对，现在一般人都比较这个比较喜欢实在的一些。可能芮老师对自己比较有自信吧，这也要看将来这个子有什么可以发挥的地方。如果说他运用的好，可能就是高位的好。那像我们这个没什么自信的，像还是飞在底下算了。是。实战他是跳在上面的。嗯。那么鲁嘉呢，他觉得你这个高位，他说我要追究你一下这个高位的责任。直接就挂上来了。对，你只要不走这个，那黑棋这个就有便宜了啊！你这个一黑白这个黑棋这步棋的弱点就是白棋从这边走过来。对，就大家如果说初看这边的形状的话，觉得有点像让子棋似的那感觉。其实也有这么下的人，就是你看的多了以后也觉得比较心平气和，因为人家这里厚了嘛，所以我觉得白棋挂完了直接走。是不是也可行这样？对，我也觉得这，我要是白棋的话，会心情比较好。黑棋二尖反夹在这儿。对，这个不能被黑棋不能被白棋安定了。不管你走什么，就算你跳一个吧。嗯。那被人家就还飞你一下之类的。怎么走一个吧，然后人家再拆个二，这就白棋太舒服了。这至少得让四个，让四个才能这么下。是。所以黑棋肯定不会在这边再硬了。对，黑棋如果要不反夹呢，这步棋的这个意图也就也就失败了，所以这一定得反夹。他就是想挑战是吧？在这儿。就芮老师在下这盘棋之前，前面十三盘棋是十二胜一负，据我所知，他就是第一盘输给郑岩了。而且也是挺好的形势就输掉了。后来就是，怒涛十一连胜，说是十二连胜。那么这是最后一盘棋，如果说他赢了这盘，那么跟玉芝赢的胜率应该是一样的，当时他们两个人胜率是一样。小圆也是这个十一胜一败。没错，是的。也就是说这盘棋关系到这个胜利王之争。对，是的。但是芮老师他总是下第一盘第一台，所以应该说他的这个胜率的含金量更高一些，不管怎么说。是的，是的。那么我们第二台多一点是吧？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江苏还有一个好手王振兴。没错。所以江苏要拿冠军啊，像小鱼儿只能去打第二台。而且现在这个最新公布的等级分排名啊，是玉芝莹是在女子棋手里面排名第一，在整个的排位榜是第75位，已经超过芮九段了。对，这个在很长时一段时间都是芮老师是。最高的，对，他一直在70多位的时候是比较稳定的，他那个成绩。这个一定得出头。现在跳出来了。要出头呢，不是跳就是飞，是吧？黑棋跳了。黑棋也是出头，但是这个形状，这个黑棋是很想尖一下的。但是这个你现在尖是尖不着的，这白棋肯定是走一下就赶紧把你这个封一下。这下边这个空用显得非常的壮观。对，是的，飞住了。现在。所以说这个地方是个要点，黑棋一跳出来，这边白棋也就没什么大的发展。那白棋呢下的也很坚实，就往回飞补了。这步棋太坚实了啊！这步棋，
这个，因为我这个对柳江提出点批评啊。那你觉得应该他下哪儿比较好呢？嗯，这前面说了，这个地方就是个要点。黑棋这个跳都不想跳，就想先尖一下。那对方既然对方没下，那你肯定要先抢了，不能两个好点不能都被别人拿去了。那是这样吗？啊，对对对，这当然应该是飞一手。哦，应该飞一个是吧？嗯，因为这个子其实白棋是很轻的，特别是白棋这边很厚。嗯啊，白棋这边有拖有点，有很多转身的余地。相对而言，这两个子呢才是比较薄的棋，得需要急需处理。嗯啊，飞一个，如果说哎黑棋要走的话，哎，那你再走回来，这个调子就比较好了。嗯，他如果不走了，你就刺一下拖一下，点三三，办法很多。这个子就可以可弃可取。嗯，这两个子才是需要走强的这个要点了。嗯啊，而且你这两个子强了之后，那边还能产生这个挂入的反攻手段。嗯啊，对，是的，这不飞这肯定是一步这个问题手。哦，对，听你说这个飞之后，我觉得立马就觉得清楚了很多。本来不知道，觉得本来也不觉得他这步很坏，好像。局部其实是无可挑剔的，但是外面有更着急的。然后黑棋现在坚定，这个白棋心情太好了，等于是黑棋心情太好，黑棋两个要点都走到了。对。他本来就想尖顶，本来是因为尖顶不着所以才跳的。对对对，那现在跳完了你不走，我当然是要尖顶你了。在这儿，白棋立下来，这个立也有点重啊。这个立，因为现在这个棋啊，你从这个局部厚薄来讲，这显然是黑棋厚于白棋，因为黑棋有四个子啊，还有角，还有生根，对，白棋只有两个子还被夹着。那在这个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眼型。像这个局部这尖的这儿比这个立要眼型要好得多。是啊，接下来你看，接下来这再一尖，这已经快两个眼了。你要立怎么做两个眼呢？做不出来。立唯一的好处是对黑棋威胁比较大一点。是的，是的。但是现在黑棋明显是比白棋要强啊，所以这个比强自保吧。对，所以这个棋白棋尖一个比较好一点，是立一个有点重。好像是之前看人家这种形状尖，是白棋尖的比较多一些。是。这也跟鲁家的棋风有关系啊，对，因为这棋手在棋盘上每一招选择肯定都是有他的意思，有自己的这个思想在内的啊。对，鲁家他就是比较直啊，平时的人也是啊，个性也是，女棋手都也是比较直啊，女棋手都是这样啊，所以说就想着要我得攻击你，可能就忽略了自己的防守。那么他立下来之后呢，黑棋要从上面镇住他。这一镇，白棋这个出头就有点局促了。这现在这个黑棋这个夹这个位置就显得非常好，不远不近。刚合适是吧？对，是刚合适。白棋呢，这样镇出来。白棋拐跳一个。对，这步子不能迈大了。比如说你要走到这儿呢，这地方有尖的毛病。这。现在就尖吗？因为白棋黑棋可能会先守一个，因为你不能自己再补了，再补效率就低了。但是你不补这地方老有毛病，就是比较难受。所以这白棋这步跳是正手，这得跳。是。那么现在呢？黑棋尖了一个。瑞老师尖一个。啊。这尖一个也是。我也有稍微有一点不同的这个意见啊。但像这种棋形，就觉得割一块这样的棋在这儿挺难攻的，不知道应该从何入手。如果说从上面入手呢，是不是觉得有点，有可能会落空哈？比如说被往前跳或者飞压之类的。是，咱们攻击之前肯定应该先设立一个目标啊。这个就是先得判断这块棋，你究竟是想怎么攻它？是想把它封进去呢，还是给它赶出来占便宜呢？这点首先得明确。但显然是封不住现在，而且还得判断判断这块棋是不是就是特别好攻的一块棋。那现在白棋这几个子啊，其实不是说特别好攻的棋啊，没有特别苦，所以说还是应该先防守比较好啊。你看这个岳老师这步棋的意思，显然是觉得，哎呀，你这个棋特别薄，我得好好的得对付对付你啊。但是实际上，我觉得这个白棋这块棋啊，其实眼前还可以，所以说可能飞到这儿是不是会好一点？因为这样黑棋自身的这个结构就比较完整啊，这样白棋要再出头的话，对黑棋没什么大的这个影响。这步棋更偏向于进攻。看他觉得你这块棋，你当初挂在这儿就稍显有点过分的意思。现在我镇住你了，你拐跳已经弯了个头了。那么我要再怎么想法供过你？白棋靠了。白棋这个靠是好点。
这样白棋头就出在前面了，对，这个那黑棋显然是不好再攻白棋了，是的，所以说黑棋现在也得再防守了，要不然这个地方被人家跳也很难受啊。这个棋这个白棋要眼里的不是跨段啊，你要跨段人家冲了，哦，就冲了一打出来，你什么也没走到。但是这个棋你难受的是，哎，让黑棋自己去补啊，嗯，黑棋如果让自己这样单关补，那是最难过的事情。这个好像不太像棋。是是是，你就能争取让对方下这个不太像棋的棋，对，这都是往往都是好棋。嗯，所以他不跳的话，你就跳他一下，啊，对吧？让他难受啊，对，是。所以说黑棋得先跳。嗯，但是他觉得好像黑棋，嗯。他是在攻击人家吗？对呀，啊，所以说这个当初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他这个还是应该偏向于防守一点，就是实际上他不具备攻击，就是特别严厉的那种攻击的条件，嗯，还是得自己防守，那样那边就应该守一下，这样的话白棋出头没有那么厚，因为接下来白棋这一拐头是好点，白棋现在不是孤棋了，白棋都快成后势了。对对对，很厚实，确实是，嗯，而且这黑棋呢也很为难，如果说他长一个的话，那也一秒不用，肯定要点你的脚了，直接就点三三了，啊，这个脚被点的就太痛了，这个，太痛了啊，因为吃不掉它，嗯，吃不掉它，这个这一效率就会非常重复。嗯，这好像你这空看起来是围到了五路，嗯，但实际上人家脚一掏，你会发现你如果挡在这儿，这统共数起来就十多目棋，跟白棋脚差不多大啊，一点点空，这实在太失败了，围空围的，嗯，所以说。所以说黑棋，想了半天还是粘上，但是这两个是一里一外的交换啊，这个白棋会心情会非常好。是啊，这也是这个，嗯，就是说，黑棋这地方下法就稍稍有点原因，有点缓的这个。是的。我们稍微做个首歌就可以发现啊，如果非假设白棋出头还是跳的话啊，然后黑棋贴一下长，嗯，然后下成这样，他再补这个。那不可能。然后从这儿拐。白棋拐的时候，黑棋现在怎么会下这步棋？这个不可能放在这儿，你搁哪儿？黑棋肯定是先把脚守住。这样吧。嗯，是是是，嗯。所以这个地方，陆家是白棋得分了。是的。嗯。所以我们从进程上来看，其实你看着好像下的也没什么大毛病，不就是尖一个吗？嗯，我要攻击他，把头抬起来也没什么问题。嗯，但是你从结果来一看，好像这白棋哎大大的占便宜了，人家往前一跳。嗯，这块棋简直全部走到阳面去了。嗯，是是是，我们讲这个下棋要下在外边，嗯，下在外边，因为它的好处能一直在体现，嗯，啊，对这外边的辐射，嗯，会无时都在。嗯，黑棋现在想飞一个，嗯，但是这个脚也没有守得很安全，看着是有点这个危险的啊。嗯，这个但其实这不跳，我估计鲁家是有点这个想吓唬瑞老师的意思，啊，因为跳的意思就是你这地方出不来头我才跳了，嗯，但是这个瑞老师一小飞，鲁家又脱心了，这个，嗯，他这个好像吓唬失败了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当初你，哎，你就应该一步到位，嗯，直接下去，这样把这个黑棋就彻底封在里边，然后这边还有配置，嗯，这个其实是挺理想的一种状态。那如果说下在这儿的话，黑棋是不是也得守个角之类的？不然不是这个角。对，黑棋本手也得守个角，啊，你要不守被人家点了角还是痛啊。哦，挺大的。那白棋现在你就比方说二路飞一个，啊，飞这个，啊，还有鲜味儿，这等于是完整的把黑棋封进去了。哦，嗯，这不跳呢，就是好像是，要封得更紧凑、更完整一点啊。嗯，但实际上人家一飞，他也没招，那这个显然是有点小问题。人飞了之后呢，他觉得这个脚上好像一时半会儿也掏不出什么啊。他主要他本来我估计是不是想着这样靠下去嘛，但实际上这地方是靠不下去的。我们可以然后再虎一个，简单看看，哎，一虎我就挡上，啊，就挡啊，对你打我粘上，啊，是这样啊，你再打，嗯，我立下来，然后粘上，哎，我这不行，嗯，我拐。我现在搬不下去，搬完了这被挖死啊。对，你要搬的话，这一段这黑棋一挖，嗯，刚好。把你吃了，快一起吃了。对，但是你要不能搬，就是拐一个吃这三个，那太小了。这三个就六目棋的脚全都是。对，是的。黑棋那亏多了。黑棋一手没花，就是，你就帮人家围了一个二十多目的脚，那这肯定不行。是的。所以他这个靠下去也没成，暂时不成立，是吗？对，不成立。嗯。所以这个鲁家就脱先了，就抢了一个这个大场。嗯啊，这当然也是现在数一数二的大棋，嗯，挺大的。但是这个局面的这个重点啊，我认为还是应该在这上边。嗯，它靠不成立，我们就想个别的办法啊。这个，但是封这个头总是很大，因为如果白棋把这个头封住的话，嗯，
这一块棋可以当做后市用。哦，啊，如果这个头被黑棋出来呢，白棋这块因为没有眼啊，这还是有一点不安定因素了。嗯，所以说白棋靠下去，还是应该继续去，哦，在这儿把这个头封住。你现在担不担心人会搬出来呢？这个，那你力量太大了，这个，大吃啊，这个，那这个，然后白棋那正好这些子就可以刚合适，正好这些子就可以跟你发生这个，战斗，战斗，这个战斗太是地方，有用了，有用了，后世有用了，会，没错，就是即便是这个一跳啊，嗯，发现了，哟，这不是自己所想的，发生了变数，但是这个下棋的这个方向还是在上边。嗯，还是应该继续把黑棋头给封住啊！我觉得他可能一时半会儿看着这地方没棋，然后他想先留着。嗯，是是是是，但是有点脱离主战场了，这步棋。嗯，一间家家主是吗？嗯，非常巨大的一步棋。是，本身是很大，但是上面还是有更紧急更大的。对。现在黑棋先小尖了。嗯，这个小尖，也是含有补那个地脚里味道的意思吧？然后瞄着这个穿。对。我看起来他想把白棋的眼位先破掉。啊，白棋这步棋我觉得也不太好，啊，因为这步棋本身首先是对黑棋没有任何影响，啊，他单纯的就是把这两个子救回来了。嗯，这两个子价值多少目呢？这两个子的价值实际上和点角是价值是相当差不多大，也就是说黑棋如果吃这个，哎，那白棋点这个白棋也不亏。黑棋如果手脚，他再连这个也不亏，这两个就是有各得其一的这种意思。那如果考虑到这一点呢，他肯定应该还是脱线，应该走上边，走外面搭，嗯，对对对，还是那个靠下去吗？现在不见得敢靠了，因为现在人家这个把白棋这块的眼灭了，你要再靠再作战有危险了。但是你不靠，你就这样飞飞着也挺大，也可以达到封住黑棋的目的。你这边白棋形势比较大，现在黑棋哪有功夫吃这个？他吃这个，你点脚你不吃亏。嗯嗯，对。好像吃了也没几目棋在这儿，是是是，然后这个点角的价值本来就很大，这个跟着硬就被黑棋占便宜了。就白棋脱先的意思呢，就是把这个点吃两个子跟这个点角看成一个箭步，一人一个，你不吃亏啊。他如果吃你这俩，你点角你不吃亏，那你不着急走，是因为你走这个的时候黑棋不会走这个的。嗯嗯，所以黑棋点一个，这几个交换，冲回来接住，对，这几个交换黑棋便宜了，眼没有了，把眼全破光了，然后这样黑棋回到这个要紧的地方了，只能跳出来，这出头太大了。这个头一旦抬起来以后呢，就这块棋，我们刚才看着挺厚的啊，但现在呢，虽然说还是中央的头还是很宽广，但是将来还是可能会作为一块孤棋受到攻击。是真正的后棋是有眼才比较厚，要不然这眼被破掉，都存在的变数。接下来呢，白棋在脚上先试探了一下，他先拖了一下。这就害怕将来再拖的时候被黑棋强杀，对，留下一个活棋，再搬一个。虎，然后虎就是这样下的。这以后这黑棋白棋一虎就肯定是活棋，所以我就奇怪他现在怎么不活了。我想他不是下到一半吗？活大概价值活角大概在25目的样子啊。25目的棋，这步棋恐怕就不止25目。因为非常大，相对于脚里这边还是处在外的位置啊。对，也同样把脚守住了，还威胁你这个子。是的，是的。然后黑棋一看这脚得赶紧吃了，要不然这不能两个好点都被抢去了。白棋搬了这个啊，这也是当初一直强调的，这步棋也是好点。但棋局进行到这个时候的时候，觉得好像白棋因为黑棋眼见的大目就这一块嘛，这块这两边都是透着风的，然后这个呢被人家二路一搬，好像这块棋下得很不舒服，因为接下来有尖呐，用种种手段就觉得黑棋是不是稍微有点困难的棋接下来。这个时候应该说，可能是心情不太好，但是形势应该还早，因为多多少少这还有白棋有点不安定因素。这讲的这个这也不是空，这讲的靠了连扳，这黑白棋这块也不是空。那么这棋下到这里为止呢，接下来我觉得对于黑棋来说是一个考验，到底要下在哪里，这棋要怎么进行啊？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继续欣赏。好，欢迎回来，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这盘棋呢，是第二届中信职业杯中国女子围棋甲级联赛最后一轮的比赛，是由鲁佳对阵芮乃伟。
啊，这盘棋呢下得挺精彩的。刚刚鲁家呢在这儿搬了一个，这个二路搬完了之后呢，这块棋呢现在形状有点薄，嗯，不太好走。这有尖的弱点。是的。嗯嗯。那如果要挡住的话，它可能它就、嗯、就直接就尖了，是吧？这样，这一搬。嗯。哎，这出问题了，这、嗯、就可以打了长出来了。打了提掉，然后藏出来、哎、是吧？藏出来了。嗯，那个子的位置还挺合适的，哎、刚刚好。啊，是的。嗯、所以黑棋不能挡了。啊。这一扳的黑棋不能挡，这也说明这个白棋这个扳的价值啊非常巨大。对。嗯。这个地方芮老师下出来一步，这个一个棋可以说是棋手吧、嗯，这个靠了段。啊。嗯。这种棋一般来说是应该用在，在制孤、在逃跑的时候啊。嗯、这个，但是现在这种场合就来了，确实是比较罕见啊。岳、嗯、老师也很有想法的一步棋。对，这也是因为这个局部它确实是难受了，这硬也不是，不硬也不是，不知道怎么办了。对，不知道怎么办了，所以就干脆到这边来这个纠缠一下。嗯。对付这种靠了段啊、嗯，这个鲁家的这个硬法也是非常经典的、啊。这个。很绝大多数这样下都没毛病啊，这边打一下，然后防止你争吃，然后再把那边打了粘上。嗯，把这个粘住，先把这个子牢牢吃住。哎，先把那个吃住。嗯，然后回去拐。嗯，接上。接上。对。再搬起来。再搬。得压一下会非常舒服啊，因为如果你要顶住的话，这个地方挡就被白棋变成先手了，这目数损失是非常惨重的。没错。但是你要断的话。退的话，对白棋这个头影响就小了。嗯，所以说这个，总觉得还是不太舒服啊。嗯、黑棋、啊、是的，是的。即便这个下出了这种棋手啊，嗯，但是似乎没有缓解这局势，没有使局势变得好起来，嗯、没有这种感觉。嗯。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被人家一扳的时候，好像黑棋挺难下的，不知道非常难受，非常建议。是的，是的。应该怎么下？因为当时我们看这边的时候，觉得白棋这块棋、嗯、右边这块棋还是有点薄，嗯，它没有一只确定的眼。所以说这个也是啊，这当初我们就一上来就对这个形状持保留意见，嗯、就因为这个地方如果黑棋扳倒还好啊、嗯，但是一旦被别人扳进去就难受了。所以我们各位棋友要下这个形状，一定得记着这个。要三思。要三思。如果要下出来，一定得抢着黑棋这个扳、嗯。是的。然后白棋跳。对。黑棋拐了一个在这儿。这个拐是不是有点太俗了？有点心疼、啊、这个我们平时所谓的跟大家讲这个什么是俗手，这好像就是指的这种棋，因为你下这个，人家没有第二手，只能跟着你硬。嗯，然后所有的变化就所有的先手也都失去了，这个有没有可不可以考虑这种含蓄一点的？哎，好像是个后手，啊，但是呢，实际上却产生了各种的味道。对，如果你要跟着拐，那我这个子位置就比较好。那肯定比拐一个强多了。对对，你前面往前进的这个幅度也不一样了。我这个小街呢，像这种先中后啊，这个是受到了这个王希的启发、啊。前不久那个在三国擂台赛上，嗯，王希对这个日本的河野林啊，就下出了一个类似于这种很妙的这种后手，嗯，在这个二路里挡一下，嗯，也不知道是在干什么意思，对方也吃不着对方，自己也不需要活棋的地方，嗯，啊，然后就挡一个，但实际上那是。很有味道的一步棋啊、嗯！对，各位棋友要有兴趣，可以去找到、嗯，找出来看看啊。其实我觉得像这样的棋是不是也类似？啊，对对对，就是类似，就是好像是对你，对，你不走，我贴你搬，暂时也没事儿、嗯、啊。那好像，但是接下来白棋也不知道干嘛了。这个拐呢，就是让白棋比较容易。嗯，白棋也不会犯任何错误。对，让黑棋跳出来了。嗯，那这样。但其实这个大跳这个形状还是比起刚才这样的话，这个形状要薄很多。对，这个形状啊，是这将来有可能有会有靠的。是的，是的。然后哎，这个尖非常令人讨厌，这尖。我就发现这你多走了一串子，你以为连得很坚实了，但其实呢，人家还是有办法在这儿一尖，你会发现你还是不好赢。对，你如果退的话，这就挤断了。对，上面这个子掉了。对，你要圆这个的话，这个人家搬这个。你吃，粘，嗯，这个被人家搬进去了，这头封住了，头封住，然后用白棋这个接下来挤是先手啊，啊，那这黑棋就这四个就不知道干嘛了，嗯，
所以说这位一肩又是进退两难了，对，又没起响了，不知道怎么办，就要脱线了，这个热浪就要再度脱线，是走的这个，跳出来，但这个被吃的有点痛，这脚被吃的有点大，这个当初，一个点脚小飞出来的形状，现在一下就变成白起的了，对。不知道瑞老师下完这个定式以后，这盘棋下完以后会不会对这个定式做出一些什么反思？是不是回去得找他们上海队算账 啊？怎么就教我这种招了？好像不太合适这个地方，下的。是是是，这个太大了，这个角在30目，那个像黑棋，早早的抢了也不过就20、25目棋。对，黑棋跳一个在这儿。这个黑棋就等于是不想小吃了，像这种小吃已经不能满足了，就只吃了不到20目，对，所以要大吃。因为他这边已经死了一个角在这儿了，这损失太惨重了，中间要想法能吃多大吃多大。对对对对，是是。但是鲁家呢，他还不答应，他说你这部戏鲁家非常非常的凶狠啊，一般都占这么大便宜了。再加上那边是不是还有点不活、啊、你就远一点就掉掉算了、而且这样形势也还可以，对啊，这个非常凶狠啊。这鲁家我记得有一回他一盘很好的优势的棋输掉了 他那跟我抱怨 说哎呀这怎么着，然后我说你这个输了为啥输的，就是因为你这棋下的太软，一觉得优势了就缩手缩脚，这不应该就退了是吧，对，这个你下棋的时候得忘记了形势好坏，你觉得该走哪就走哪啊，怎么狠怎么下，这个鲁家，而且这个也是瑞老师的风格，其实。对，我觉得瑞老师的棋也有这个特点。是是是。永不后退啊，永远都是要挑最强的、最猛的下。这回这个鲁家用瑞老师的这个方法来对付瑞老师啊，这个瑞老师也非常头疼啊，这还要全活，这已经便宜了30目了，这几个子要不给黑棋吃，那黑棋没法过了。对，没法过了，对对。其实鲁家在跟瑞老师的对战当中呢，他们第一盘也就是在联赛，因为两个人总共会下2盘棋嘛，两个队之间，他第一盘是就是输得很挺，就输给瑞九段了。那这盘棋呢，我想因为对他们厦门队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他赢下来的话，可能第三名就到手了，这还是很重要。那这盘棋，他是不是能够复仇哈、看他下的这个招非常凶狠、确实这不像都是不要复仇了，要把你给要击垮你，对，要击垮你。黑棋飞了一个在这儿，对，黑棋现在不用想，肯定是得大吃，然后刺，是的，这是个做眼的要点。要粘上的话，他这贴就在猴这刺就快活了，很容易会做活是吧，是是是是。黑棋搬了一个在这搬一个，就是寻求借用的这个意思。但是实际上这个也是很奇怪的，人家刺着你，因为黑棋这也没活，你就往这儿搬，这也是因为有点奇怪的。因为你搬的这个地方并不是要人家命的地方，对、人家很有可能脱线，你接上你能把这儿吃了还是能把这儿吃了都不行。是所以白棋就脱线了，他冲了一个反击。又跟这儿团了一下啊，这个接是绝线，接上，再断了这个，再断，那黑棋看这块快进去了，他得想点办法呀。是，现在顶了这儿，就是这个挤没有用，挤了这断一吃是死的，是的，是的，就是。如果这个顶没有摆出来之前，肯定大家看着黑棋这块棋已经很凶险了。现在，你比如你正常一贴的话，一退，这个这就已经死掉了。这顶是局部手筋，这确实是。你要拐的话，它得一冲。你挡它一断，反正能把你断开。对对，所以现在白棋呢也下得挺灵活的，它中间那几个子呢也不是说非得拽出来要把你怎么样了，它就转到这边去，这边已经得了好多目数了。是啊，这个白棋一提之后，当初这扳的打的就反倒全都被白棋吃了。他就接上。他特别坚实。是，这个地方等于是白棋已经得了近20目了。现在黑棋这个是越发显得就吃的是越来越小。越小。当然毫无疑问，黑棋你说要这样吃一个，这肯定是吃掉了，这人家不用再挣扎了，也没什么好看的了。但是从目数而言，这亏的实在太多了，而且这个本来可能有一些打入的味道，现在也彻底没有了，基本。
所以这个其实芮老师这一战是也是损失非常惨重啊。是的，但是也是比较奇怪的啊。你要仔细看看，哎，芮老师哪部戏下的是不太好？对啊，可能也没有，我就看不出来，就是也没什么办法。嗯，这个不过这也说明这个可能鲁家这盘棋下的不错，他发挥的不错，对，下的都是让你难受，像这种尖都是让下的让你难受的地方，像这种吊啊，这种刺啊，都是让你不舒服。就即使像芮九段这么大的力量哈，也是浑身有劲使不出来，好像。但是鲁家也是以力量著称，鲁家也其实更直线，嗯，爆发起来也是非常猛的。嗯，是的。现在这个黑棋就是恐怕只剩下这一块目标了。对。啊，要不把这块给吃掉，这棋形势恐怕是扳不回来了。对。所以他下的很勇猛。哎，这倒是要点，破眼的要点。这必须得进攻。哎，下目标这一冲，就让这个。一块眼也没有了，没错。嗯，但是鲁家这个时候就更加凶狠，他你要吃我这块儿，你这还没吃掉呢。鲁家是把这个出动了，是吧？直接给他拽出来。这局部而言，其实这一块对啊，已经可以了吧？就把这个吃了不就完了，顺下来就行了。啊、对，但是这不行，这鲁家是愈战愈勇啊，就把这个加出来，全跑，同时还要在这个杀黑棋的。对。哦，这个芮老师，这个确实是头疼，碰到了这样的这个对手啊，确实说这只能粘。对，然后他又粘上来，黑棋又只能粘上。啊，你粘上。他再靠一个。这个靠是逃脱的手机啊，你要搬的话，他这一断。黑棋。你要退的话，他这一吃，就可以没问题，把这三个给卷掉，就活。是的，这看得很清楚。对。所以这一靠，基本上黑棋也没有办法。黑棋没戏下了，黑棋又被鲁家给弄得没招了，只好继续再去吃这个。黑棋冲了一个在这儿。嗯，对，这冲是这个冲，当然是要能不走就吃掉，就是最好了。但是你要不走，你比方说你要简单的这个贴，比如说他能靠一个吗？对，就人家这样靠，你一搬在这一打，很可能就是一个先手眼。对啊，所以如果要做出先手眼，这地方做一个眼也不难。是的，是的。所以你要想吃棋，还是得先把他这个眼给去了。嗯。那这时候鲁家也体现出他灵活的一面了，他没有再说再粘上一毛不拔。对，那也太过分了。是。那也太过分。还是算了，这个。这块都跑了，已经。对对对。就可以了，他就贴一个在这儿。尾巴就给你吃一点吧也。嗯。黑棋跳。嗯。然后他又在这儿靠了一下，对对对，这也是，反正是非常难缠。但是现在都是白棋的理啊，因为白棋现在这个办法很多，可以死掉一部分啊。那比如说这个不走，比如在这一带跳一个，是否也可以？是是是，把自己跑出来嘛就行了吗？这段尾巴你冲过来，我就点三三嘛，把你对对是脚给占了。这个如果黑棋有一个子，这冲过来显得大啊，你这个后边还。没有封住呢，这个就显得价值还好，还黑棋白棋可以忍受。嗯，搬。嗯，这显然就是占点小便宜的这个意思。打吃。嗯。反正这走了两下之后呢，稍微有点接应，这边跑起来会好一点，是不是？这鲁家，我想他还是会跑出来。就感觉他越战越勇了，而且这棋一旦下顺了之后，会越来越有自信，就觉得这棋我怎么下都是正确的，对方是不能把我怎么样的。当然，因为他力量也足够大了。也是因为这棋实在好下。是的。白棋先飞一个在这儿，然后黑棋呢很凶猛的就靠住他了。对，黑棋现在恐怕就是怎么乱怎么就怎么来了，怎么搅和怎么来。对对对，就平常下法是怎么也不行。所以这棋我发现就是说，虽然说你看起来黑棋好像没有下什么明显的坏棋，但是当然人家下的也挺好，但是你没有什么很有用的招法拿出来的话，发现这棋怎么一下子就已经差很多出去了。这是因为一个芮老师有点拼的有点猛啊。你比方说当初其实小吃呢虽然形势不好，但是呢你也能下啊，但是你非得要大吃，结果人家一要活呢你又没招，然后再去旁边去搅和，就等于是步步每一站都在失败。然后这积累起来就差距越来越大，差距越来越大了，越来越大。嗯，然后黑棋靠了这个，白棋跳一个在这儿。冲，再贴，
这都是走的就是小形状都是，嗯，对，走在这儿，这没办法，这只能补回来，他提了一个，只能补回来，补回去了，然后再搬回来，哦，是的，嗯，然后黑棋贴回来，嗯，这练得非常的非常容易，太稳健了，全连的太铁了，实在是，现在就给黑棋留下了一个这个，嗯，但是这个恐怕黑棋也不得不吃了，这要再不吃，就是更是什么也做不着啊！先断了一下，他先断了一下啊，就留下点官子，留下点这种打的是官子。对，但是白棋现在肯定是犯不上跟黑棋计较这个了。嗯，就他断的时候，白棋如果说补得稳一点，是不是可以考虑顶在这儿呢？啊，对，但他这样就是外边会有点薄嘛。你比方人家这长出来，这还有几段之类的，这个就是还是后手。很有后手，赢这个所谓赢棋不闹事儿。嗯，是这样。嗯。所以他打在那儿呢，黑棋冲过来了。那你冲过的时候，这我想这一秒都不用啊，这个点脚直接点了，这也是心情非常畅快的一手啊，这是。那么黑棋挡下来。嗯，其实这虽然说黑棋多吃了几步棋啊，但是这步点脚的价值其实和那个也差不了特别多，巨大，白黑棋也就大一些。他搬下来了。搬下来，嗯。接住。其实这正常来讲，黑棋应该是围那边控的啊。因为应该拐这个，对，你主要的控围控的地方就是在上，在右边。啊，正常应该这样，但这太简明了。对，简明的劣势是吧？这太简明了，简明的输掉了。对，即便即便现在这个形势不利了，那也还是得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完成挣扎，是吧？啊，对呀，我这个记得有一次，农心杯也是农心杯啊，这李昌镐作为主将啊，和这个和谢赫。啊，在最后一盘里边就是生死决战，也是啊，那个棋，李昌镐的形势已经明显输了，输得非常挺，就是黑棋属于棋又厚控又多，啊，全盘都已经定型了，然后有一个这个摄影记者就跑到对局室那门口去等着了，等着李昌镐一旦认输，他冲进去第一个冲进去拍照片，结果后来李昌镐就顽强抵抗了一个多小时啊。就没认输，这时候我们的这个观战室的人就都很同情那个记者啊，因为当时还是会下棋的啊，能看得出来这当时的形势。但是你碰到这种，就棋手不知道是心情上是有不甘心啊，不甘心的那种情绪一旦出来了，那就是即便不行我也要跟死战到底啊，就是这其实就这盘棋也类似了。魏老师现在其实认输了。可能也不过分，对，说得过去，但是不行，我这个即便是形势不好，我也要抵抗抵抗啊。是的，体现出一种顽强的斗志吧。没错。抢这个角，白棋不会死的。是的。嗯。如果说是把这个子去掉的话，这个角这样也不会死吧？至少有个劫。对啊，至少有个结果，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他现在外面都松了气的，如果再紧一口气可能会好一点，现在也没看到有任何能够，对，他实战是搬了一个，在这儿实战搬一个，白棋打住，白棋就打住了，其实也没什么用，就是说现在其实现在我们也别想着再能有什么用了，这棋估计谁来都没什么用了，就是要表达出他这样一种斗志。对，但是这地方鲁家他还对他下鲁家斗志也很好，鲁家可能也不烦，他很旺盛啊，对对对，也很欢迎这个你来这个表现你的斗志。你看像他这地方的下等，这地方他长了一个，还要一长，这也令黑棋非常难受啊！你要一粘这就挤死了，是他可以从这儿挤，你只能粘这个，那他这再一断。他只能粘上，这没什么好商量的。是是是，然后再一尝。然后再一尝，他还弄出一个这个弃子来，立。对。加。然后只能打。其实反倒是又占了点便宜啊。他把这个直接就打掉了。嗯。他还省得你待会拐的，还差两目棋里面。下的也挺精细的。是啊，然后再靠住这。啊。这局部其实虽然是个劫，但是这个劫白棋一旦打赢了，这个也活了。这黑棋。这局部是连环劫吗？还是什么？嗯。他如果说打吃，白棋急打。你说的对，我还真没注意，这地方是个连环劫，因为这地方多了一个先手。是啊。粘上再一扑。对，是的。嗯。
那更是凄凉，更是凄凉，更是凄凉。所以这等于说他占了一串便宜之后，回过头来还能把脚补活，但脚里还是净活。啊，实战他下的特别稳健，他就跟这儿飞一个，他省得你再打进来跟我这儿搅和，看不清楚嘛，这有点。飞这个，他就飞一个，劝降了。实在是，意思就是太多，您别下了，赶紧认输吧，就是劝降了。你要吃脚的，上面一围。对，他吃一个的话，他就飞那个就行。是是是，确实在这儿。这个很有意思啊。他飞在这儿，我就想了。这本身肯定不用补的。对，我本来在想着他怎么没靠啊。嗯。找补的时候我就奇怪他走哪儿去了。嗯。嗯，然后发现他飞在这儿。要差不多。肯定不会补的。这脚就送给你了，算了这。是是是。明明是一块可以进火的，一靠就是一个连环节，他就算了，走在那儿。但是瑞老师是不是还是走得上面？对，他还拼搏，继续拼搏。继续拼搏，这个鲁江是不是有点失望？没想到劝降。因为我在想，他如果说做个连环节的话，黑棋会不会团这个？比如说单团一个，你觉得怎么样？因为他打完了，他可以单长一个，这里好像有一点，这地方还有点小手段，有点问题。是是是，所以呢，他下的也挺精细的，他省得你这连环节结多就算了，我就补一个吧。你要吃你就吃，这样。是。他跳一个在这儿，团。那就是把这个最后一点可能会出毛病的地方给。他弯在这儿，补得很坚实。哦，你就小心一点，不要走在这儿。等会儿，这万一出点什么，万一有问题，这有个袜什么这个，当然也没事儿。身上好像也没事儿。是的，他补在这儿，补在这儿，看得很清楚。是。然后黑棋呢，又在这儿靠了一个。嗯。黑棋反正就是往最大的限度了走。是的，是的，是的，他大吃。粘上，然后白棋这个时候终于觉得这个已经该补的东西都已经补干净了啊，对，这个再然后再回过头来把这个靠确实也说不过去了，全都已经做活了，这脚活得很干净现在，那这棋的目数应该差距很大了吧？这感觉，是。那我们再摆几步，等定型了，稍微给大家判断一下，看看这，究竟差距有多大？把这个子吃掉。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其实都不用数目，你就从对方的双方两个人的下法就看到了，卢家连这种招都下出来了，肯定目数如果是要盘面胜负的话，我觉得都不会这么下。哦，你觉得这个太稳健了是吧？太稳健了，太稳健。他下得更稳健，然后接下来他就打了一个啊，他就告诉你这连环节你也不吃，也是因为这本身就有逆收五目棋的这个价值，挺大的，本身有逆收五目的价值，因为黑棋粘上白棋也得补。是的。那接下来这应该是最大的官子了，他小尖了一个在这儿，小尖了一下，小尖是官子手筋啊，小尖是你要爬的话就是白亏两目。是的。但现在白棋肯定不敢打这个了，对，肯定得退兵。是这样。然后黑棋走这个，对，黑棋大飞。这个棋我们也可以给大家简单的点点目了吧。好，虽然说现在唯一的悬念就是差多少，是不是啊？赢大家都肯定都知道，肯定是这个白棋赢。那我来点黑棋吧。好啊，这小还挺大的。一十、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一、二十三、三十三、三十三、三十八、三十四、四十二、五十二、五十四、五十五、九、五九、六十六、十一、七十一、七千、七十四、八十八、一八十二，黑棋八十二三吧，我们给他算的多一点，给他算八十五。白棋呢？白棋好像远远不止这么多。这已经小七十了，那我们这个目是不能这个不能说吧，这差距有点大，这差距有点大了，这白棋盘面也是大胜了。对，这棋，但瑞老师还是下得很顽强，他后来还在这儿搅和了半天。啊，后来还在下，对，还在打劫。天哪，其实这个劫，就他冲到脚上去那个劫，就算白白被他打赢，白棋什么也不干。外面下俩单关好了，就算他。那样黑棋都不见得占优。这魏老师是不是在向李昌浩学习？非常顽强。这个棋，这盘棋总的来讲，我觉得鲁家下的是非常不错的。对对，他发挥的非常好，对，很出色。整盘也没看到，就是除了有两个比较重的一棋以外，没有说什么下的特别
臭的那种棋啊，嗯、没有。是但是你要说芮老师哪步棋下的特别臭呢？好像也找不到啊，也找不到。嗯。他就是可能这一开始的定式啊，被人家小尖了之后，这棋形被人家一小尖之后特别难受下的，嗯，然后这棋呢就下的别扭了之后呢，就一直就觉得就不对了。你要说是这盘棋分水岭啊，嗯、应该是芮老师这步靠断啊，嗯、靠断可能是使出了非常手段，想这个扳回局势，但从结果来看加速了局势的恶化，所以说当初可能还不如普通的点儿，嗯，啊，比方说这个逼一下算了。对 对, 对、啊，是不是？那战线还很漫长。对，那战线很漫长啊。是的。另外，这个地方也是，芮老师可能，一怒之后想大吃，嗯，这个被鲁家连根出动全活出来、嗯，这个损失也是非常惨的啊。对，是的。这种地方一累积下来，最后确实形势就大败了、嗯、啊。包括他最后这个地方，芮老师也是顽强的搬下来，顽强的又去杀黑，结果被鲁家这样一弃子，嗯，反倒又占到便宜了、啊。对，是的。所以说这种棋下完之后啊，这个比方说要赢，同样是赢的话，那白棋会心情会非常好。嗯、这种棋，对，因为他下得很舒畅啊，对，很流畅，很顺畅。嗯。哦，这一带就一开始呢，可能这黑棋的小尖，然后搬起来这个战略的方向啊，战略的选择上，刚才王老师说了就有点问题、嗯，因为你看着他的招其实是没什么问题，嗯，但是他的方向如果一旦出了问题，被人家走到外面去，你接下来棋就不好下了。是，主要整体在那边被人家加了一粒，发现你这跟那一搬之后不知道怎么走了，这棋、嗯、就这个形状就很难下的。白棋这步搬是啊，价值非常大的。啊这个、是的，是的，我们这个。棋友一定得注意、啊、对对、就是、搬完了一小尖、哎、这是连贯的手法。另外这开始啊，几我们芮老师也用他这个亲身的经验给我们上了一课啊，以后我们自己还是小飞算了，别人惯对是的，别轻易当官了啊、嗯、一当官被人家一弄过来，你要对付不了、嗯、反倒麻烦。 嗯, 嗯，那么今年的厦门队就凭借鲁家的这个最后非常出色的发挥夺得了第三名，这个女子围甲呢今年已经是全部结束了。嗯，那么赛季呢要等到明年，也就是第三届了啊。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应该感谢赞助商啊、嗯、啊。好，我们今天讲解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